第二个动作就是说我游标放在 A，Ctrl 向下，我要先知道说呢，现在资料已经到第几列了，我才能够在下一列填资料，哦，所以这个地方的话，我在下一列，哦，那取得哪一列嘛，哦，这个地方用那个 range AA， 或者你用 range A1 也可以的，哦，最后一列。接下来，哦，如果我说第一列，这个我讲前面我没用过，如判断呢，如果呢它的这个 R 已经是什么呢，最后一列，那也就是说呢，如果你第一次使用里面完全是空白的，会造成一个问题， Ctrl 向下会跳到那个1048576这个储存格，所以如果说现在完全没有资料的话，那我们就是把这个 R 等于1，也就是这个标题。好，那接下来的话分别取得什么呢，取这个第一个编号部分，那编号的话呢，我就把 R+1 就可以了，哦，各位可以看到为什么 R+1 呢，因为现在的编号有没有跟列号刚好相差1，所以呢如果我现在呢移到这一笔资料，那这个就是列号再减1就可以了，哦，列号再减1，那这边的话呢，哦，我就直接填上这个编号，哦，那列号我这个 R+1 列，哦，就往下一列吧，哦，往下这个是编号的部分，那编号的部分的话呢就把它写到 R 的话是列，哦，那列的部分的话呢我取得的应该就是这个，哦，那如果说我取的是第五列的话，那底下的编号应该就是这个列号了，哦，这个列号 OK， 那把5的部分填上来，填上来之后的话呢接下来，哦，再来就是名称，名称的话就是 Y，哦，然后起始日期就是 X， 再来的话结束日的话就是把 X 再加上 Z，哦，上面这几个储存格我是取得他们这个相对应的值 OK， 给 XYZ， 那再来就是要填上颜色，那颜色部分特别注意，哦，我这边可以用一个方式，哦，可以乱数取得这个颜色，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印象，哦，乱数的函数，哦，就是 RIND 的这个函数，那这个函数的话呢它的值，哦，就是会自动取得什么0到1之间，但是呢它可能等于0，但是不会等于1，哦，是小于1，哦，所以是0到 0.99999、哦，那这个数字的话我取得乱数，那取得乱数产生红色，乱数产生绿色，乱数产生蓝色，那就会利用 RGB 的函数呢取得一个什么呢，取得一个这个颜色的一个数字，那这个数字呢我就传给 C， 到时候呢，哦，我在填颜色的时候呢在 selection 里面呢会有个 interval 的一个点 color， 那我就把这个 C 呢，哦，给它之后呢就会自动产生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颜色，所以每一次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我填上的颜色呢每一次都不会一样 OK， 那就是乱数产生颜色的意思，哦，那这个地方的话这个地方比较特殊一点，再来的话呢我分别呢 for i 等于0到 z 减1，那什么叫 z 减1，啊，特别注意就是说呢我的起始是从0开始， z 的话就是结束日。